大雪纷飞，吃完饭两个宝贝儿出来玩雪啦。看看爸爸在铲雪呢。哇，好厚啊，这个雪好美啊，整个世界就像童话世界一样。看看这雪下的。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过去我们开着自己改装的房车环绕北美整整一大圈。自从凯文爸爸决定购买一辆空的 Cargo Van 厢式货车，然后自己动手改装成房车，带着凯文宝贝周游北美，我们的频道就正式诞生了。第一季北美房车环游共42集，历时一年的时间才更新完成。还没有看过又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进入我们的频道主页，这里不仅有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房车环游的视频分享，还有我们在大西洋边美丽的灯塔旁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我们开着越野车到幽深的丛林湖泊旁生篝火烤棉花糖的美好回忆。这些 vlog 都在等待着与大家一起分享。2021年8月，我们正式离开哈利法克斯，搬家到多伦多。枫叶国最美的秋天终于随着第一场初雪正式结束了。本集我们带着两个宝贝逛起了到处充满圣诞氛围超级热闹的 CF Mall， 全家从头到脚全部武装了起来，准备迎接加拿大寒冷的冬天。果然大雪如约而至，全家在宛如童话世界一般白雪皑皑的院子里铲起了雪。接下来就带着小伙伴们一起进入加拿大如梦如幻的冬季，欣赏雪花漫天飞舞的浪漫美景。多伦多的第二场雪，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今天一看只有这么薄薄的一小层，然后太阳照到的那些地方都已经化掉了，现在就只有这个阴影的里边还留了一点雪。两个宝贝在这赏雪呢，看看给两个宝贝装点雪，这么一弄也好多雪呢，看满满的一大盆的雪，好冰呀，好冰的雪呀，好冰啊，嘿嘿，好玩吗？真好玩哈！多伦多的第三场雪开始下了。早上一醒，拉开窗帘，外边就这样飘着雪。看看地上已经落了薄薄的一小层了。看看外边雪越下越大。现在带着两个小宝贝到院子里去看看雪。哇，太酷了！对，有你的小脚印儿。看看满天飞舞的雪花，太浪漫了。冬天正式的来啦！哦，飞到脸上了，雪花都飞到脸上了。你看看妹妹，看看妹妹自己都散上步了，雪中漫步。走吧，我们去球场上散散步去，看看这个暴风雪。看看前两天我们还在这边玩那个落叶呢，现在这棵树已经全都掉光了，树叶都没了，上来就摔倒了，太滑了。抓着妹妹的手，对，抓住了啊，抓住了她的手，别松手啊。哎呦，太滑了，哇，好冷啊，腿都冻了。一会儿爸爸回来，然后就带我们去买冬天的裤子、衣服还有鞋子。两个宝贝儿现在还没有特别厚的裤子呢。雪中漫步的两个小宝贝儿出来遛娃，下雪天遛娃，哇，好大的雪啊。对，风把这雪都吹得到处飞，看看这雪真大呀。走，凯琳还不想走，还不想回家。凯琳好厉害，现在都能自己往上爬了，真厉害呀！好吧，好吧。哎呦我天，太牛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呀，宝贝？你自己爬上来的啊？太牛了哈！爸爸要带我们去买衣服了，再来更新一下爸爸这个车子装修的进展，看看现在这个下面的 bench seat 框架已经打出来了，这一侧还有一侧没打出来，然后这冰箱已经固定好了，然后这个中间这个豁口这儿是马桶，固定马桶的地方，然后这个里边是放滑板车，等这一侧做好了之后，这一侧也会对称的做一个。看爸爸这个活儿做的好精致啊，下边这个插座就是给我们那个滑板车预留的，滑板车放在这儿还可以充电，看这一侧也有插座。不要开车，不要开车，还没系安全带呢。这下面是柴暖，柴暖跟冰箱挨着。
孙悟空金箍噜棒，看爸爸不知道以为是神经病呢。邻居一路过说这家怎么有神经病，在这儿干嘛呢，真是。看看现在外边是-1°。Waited for forever, darling, and I know you've waited too. 这是多伦多的公交车站，建的挺好。我们到了，这家 Winners 就在这 Home Depot 的隔壁，不知道他们家的货全不全。多伦多就是人气特别旺，到哪儿都觉得好多人。Winners 最喜欢逛这个店，圣诞季。看看这边的 Winners 有没有更大一点。对，我们逛了一大圈，然后发现这边多伦多的这个 Winners 和哈法的 Winners 也差不多，并没有大多少，然后货也并没有多多少，差不多。最后就我买了几件衣服还有裤子，他们爷仨都没买着。Winners 逛了一圈，只有我买了两件衣服裤子，然后现在我们又转战到 CF Mall。 今天是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我们刚刚知道今天是黑色星期五，来这商场看看是不是都在打折。感受一下黑色星期五的氛围，果然黑色星期五全都出来逛了。哇，看看前面就是他们装饰的这种灯球。 Kevin Kevin 看 Kevin 好不好看，看看我们两个小宝贝儿啊，站到这个球里。哇，好漂亮啊。一到商场感受到这种过节的氛围了，节日的氛围。看商场有一棵超级超级大的圣诞树，好大呀。对，好大的圣诞树。看那个上哇，好高啊。我们先逛一下这个 Spot Check， 但今天是25% off， 今天是75%。这边 UGG 是打15% off， 两个小宝贝儿在这陪妈妈试鞋呢。这边那个 UGG 还出了一款上面带着这个塑料的，这样防水的，还挺好看的。看今天黑色星期五全都打折，这个鞋原价190，现在只要161.5块。我们现在又来 Zara 了，然后全都是人，到处都是人。这黑色星期五所有人都出来购物了，人好多，但是真的打折打得好狠呢，40%。看凯琳戴这小帽子好漂亮呀，真好看。在这看上包了，这么小就喜欢包，人山人海呀。凯琳回来，凯琳好漂亮呀。Something in the air. 哎呀！ It says Christmas is near. Maybe it's the peppermint scent from the candle that's sitting in the windowsill. 哎呀！ Snow is finally falling. Children are all bundled up, making snowmen and angels.And all is well. We're a caroling, singing that jingle bells. 啊，好好看啊！哇，他们这个 UGG 还出了这种小婴儿的鞋，好可爱呀！看这边全都是小孩的鞋，三种颜色，好可爱。看妹妹的鞋，凯文。小孩的鞋真贵啊，这一双鞋65，然后凯文刚才买的那双鞋85。你看这个包装就跟一个小礼品盒似的，凯琳的圣诞礼物啊，凯琳的圣诞礼物，哈哈。你是怎么把它放进来？对，就这样放。我们三个都买好了，现在就差爸爸了，然后爸爸在选鞋。看我们凯琳已经睡着了，我们三个在这等呢。爸
爸爸也选到鞋啦，这双鞋今天黑色，星期五25%哦，太搞笑了，爸爸穿着我的厚袜子，他的袜子找不到，然后穿上了我的，这两天一直穿着我的袜子，粉红色。这个是给凯琳买的一身 North Face， 150，这是 Kevin 的。来来，等一下，后面。啊，这腿也不长啊，可以，还挺好看的。衣服也买好了，两个小宝贝的冬天的行头全都配齐了。现在凯琳已经睡得不省人事了。我们一直逛到了晚上7:40才回家，饿死了，回家吃饭啦。当当当当，看看这两个小家伙今天的行头，今天爸爸给买的，哎呀，超可爱的两个雪人儿。看看我们的小凯琳，今天给买这个帽子的时候，有两个阿姨路过，非得要拿着手机给凯琳拍照，说我能给她拍拍照吗？真好看。然后就在那给凯琳录像，白色的小北极熊，哎呀，开心的，哎呀，看给她自己高兴的呀，啊，嘴都合不上了，然后在这直转圈。看凯琳的小手套也戴上了，两只白色的小手套。太可爱了，人生中第一次戴手套，可新奇了，自己在这看呢，左看看右看看，啊，这么美呢，凯琳这么美呢，凯琳的牙没崩掉啊，给咬掉了，啊，自己在那，哎，别咬，别咬，不能咬，哇，看看一大早打开窗帘，外边的雪好厚啊，好厚好厚的雪。凯琳露着小香肩，太可爱了。看凯琳吃的好开心，大雪纷飞，吃完饭两个宝贝儿出来玩雪啦。刚刚买了新的行头，两个人现在好温暖啊。出来看看爸爸铲雪，看看爸爸在铲雪呢，哇，铲的好快呀，这一小会儿就把这条路都铲出来了，哇，好厚啊这个雪。你看这雪，嗯，真棒，哇，好美呀，整个世界就像童话世界一样。看看这雪下的，这应该是多伦多正式的第一场正式的雪了，前面那都是小打小闹。下大了，这回整个世界都变成白色的了，好爽啊，看爸爸铲雪啊。对， Kevin 的滑板车都已经被埋到雪里了，太美了，了，嗯，满了，嗯，哇，看看爸爸这个铲子真好用，直接铲出一条路来。凯琳，凯琳你还不傻呀，还知道沿着这条路走，太可爱了。雪人，让爸爸给你铲出一堆雪。爸爸要给 Kevin 堆雪人了，不知道能不能堆成功。嗯，好棒！哇，这个雪被铲走，看着好治愈呢。真好看，凯琳被陷在那儿了。凯琳，你怎么搁浅了呢？凯琳，搁浅到雪地里了。天啊，这个雪都已经到凯琳的膝盖了。哦，你搁浅了呀，需要救你啊。 Kevin， 妹妹搁浅了，快来把妹妹救走，快把妹妹抱走，妹妹搁浅了。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凯琳一屁股坐到雪地里了，把妹妹给救起来。 Kevin， 对，使劲使劲，哎呦我天啊，你就是小劲儿。凯琳回来，凯琳回来回来回来，
小雪人你又滑倒了，又屁股着地了呢，怎么看看小雪人又搁浅在这个雪地里了，又滑倒了，不知道怎么起来了。凯琳又摔倒了，凯文，凯文去把妹妹弄起来啊，自己能起来了，哎呀好棒啊，好棒啊，自己爬起来了，真棒。小雪人还是走出了院子，跑到门口的这条路上来了，好孤独的小背影。爸爸铲完雪终于可以堆雪人了。鼻子看爸爸给两个宝贝堆的雪人好丑啊。妈看那个。还没完善呢哈，还有呢。哎呀还加个帽子，哎呀这回看着还好一点。戴眼睛了。哎呀加个眼睛。哎这回看着还行啊。不错啊、哦、对再来个嘴总算看着像个雪人了史上最丑的雪人但是最富有爱心的雪人这回变成驼背了没有脖子好像闪电对像闪电看爸爸搭的雪人成品终于开始扫我们车上的雪了哇好治愈啊看着好爽看看爸爸的车扫的好干净啊这活儿做的好板正啊你觉得值吗太值了你值了嗯爸爸发神经了爸爸正在欺负一棵不会动的树哎呦我天切的豆腐块挺好哎这豆腐块切的有水平爸爸切上瘾了把这台阶全给切了一个遍结束，回家。